今天天气也太好了吧，我们都没有打光。今天是他初一的日子，我带我的小伙伴来吃一顿好吃的。我要先给自己打个最辣的汤。刚刚那个凉凉说本来就已经很辣了，我们还要特辣。本来刚刚让他们先打的，他们说等一会儿先砍地就会辣不辣？我真的能决定吗？嗯，是吧？是吗？能不辣吗？这个这个我有点想起。他这个白菜简直稀有。 哇，那个白菜绝了，巨尼玛无敌的憨。你们一定要尝一下这个，因为你们尝了一下这个，才知道什么叫盐不要钱。对了，高糖。嗯，那个土腿子上面的肉哇，好嫩，你吃下来它脱骨。脱骨我看看。好标准子。 OK， fine。 嗯，它这个98块钱一份大份，然后还有5个素菜，其实挺好的。给你们吃一下这个，这兔棒子给你吧。他们中午就只营业到2点钟。嗯，那土耳还是很香的。都停止了吗？本来阿姨说已经很辣了，但是我还是想要吃更辣的，我还是加了更辣，4个干碟。那干碟还挺香的。 再吃一口。嗯，它这个兔耳肉是没有加那种什么，花兔子啊、嫩兔子的，有那种纤维感，就是要有点老的那种肉感。是不是咸菜的？那我倒吃不出来，应该是吧？三块一的没咸菜，是冻兔。应该不是冻兔了，那种如果用冻兔的话，绝对很难吃。哇，一会儿有，好吃。 感觉有点麻了。嗯，你吃了一口，里面有花椒粉儿，比较有味道了，越吃越有味道哈。我好自信。 啊，辣吗？我就有点辣，可能鱼蛋是油，他倒是糖。什么？老佛爷下来玩？大庆就完了。我以前一直在这种院子，6点钟吃完饭。就下来吃饭。好像那种院子很多样，成都的。嗯。啥子？双桥子社区、新华社区那种类型的。 加辣味就好香啊！我太幸福了，吃着热辣的锅底，喝着可乐，但凡这个可乐是冰的，今天的幸福就双倍了。来，我们来把盖儿脱一下，你吃一把。吐那么小个丸子，刚喝完了，然后我们素菜都好久了哟。 等了半天，走吧，我们得选选素菜。好，嗯，这几个鱼就是。天啊，其实还是可以灵活利用的。好，谢谢。这个豆腐丝很好。吃一个兔火锅豆腐丝面，我跟你讲，豆腐丝这个时候再加点醋，哇哦，绝美。 吃兔火锅一定要吃到最后的素菜才是绝美的，嗯，太入味了那、这个，素菜甜汤，素菜大餐，就可能看到不太美观，但是那个浓巴巴的，哇，都是很好吃，很舒服。今天是开心的吃兔火锅的一天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吧，拜拜。